会啊，当然会了。我饿了就发困，然后就想睡觉，然后就没精神，都觉得饿。吃零食，然后想着吃大餐，但现在我都吃一架。哇，我整个人就像被点燃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整个人燃起了对学习的欲望和怒火，然后我觉得这一个难关我一定要突破，我一定为我的终极目标而奋斗。试一架就是我终极的希望，简直太棒了！试一架真的很棒，试了试一架让你灵感爆炸，然后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。备考成绩，点燃战斗力。